都食嗰啲。又点？肥吧，哎，无所谓了。宝宝雾中仙还是？啊，雾中仙，雾中仙。那我是二号，不要。这个怎么了？我的马是保护自己还是怎么说？不保护呗。撞了，随便撞了一个。保护一下吧，我哎，算打什么？对面又没一块。哼，这么自信啊！哇靠，你婚证加神马，还小叶卡，他比你快，他一千四。有道理。哎，今天把绍兴冲掉了，好像。吃吃吗？还吃了一次灰狼。对。哇，那我们要全服第一了。晚上这边应该是三个门主，三个服务器的嘛。嗯，不防，宝宝不防啊，好打。不防还能第三只呢。防了一个。哎，今天这个经脉好用吧？感觉没办法。我们这个经脉。他就一号没还地。有恒在，不可死。二十米啊！我不换吗？换吧。好。关键看他好像才出了多少，会有补助六千左右啊。嗯，五个宝宝的出手，四个宝宝的出手。两千一跑。换吧，都换吧。换吃饭，我感觉死不了。说好在狮子还没变身呢。网红选手十八力。哦。哦，他妈一百，假法化，无名之格。哦，女格的，你，我得死了。四海四魔，都换四海，我操，牛逼！有夸张，我没闭麦呀，你们听不见我说话吗？今天就这一个抽奖啊，我被额外开了。西米给。一秒一起秒之间，二号还是点对的。啊，点左边那个，就点那个普陀去秒吧。好、啊，点普陀秒宝宝。对。好。走写目标有加成吗？是吗？兄弟们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不是他妈，对面好像这边两个人都没罗汉了。一斤牛。不能、啊哎，这不是我在点呀、啊，队友在点、啊。哦，好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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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野兽这伤害不能看。哎呀，很挫，伤害好挫。走。我们真的赢了一个晚上吗？真的一个晚上没出喵，一看一点一不就知道了，没扣过，真的。卡片好像这是变第三次了嘛，是吧？你是看不一个数字不敢信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下班神木有分解哦。那全让他卷去了。我把他普通苗死就好了。
医生最好笑笑医生啊，感觉真心啊。不够怒。很扛。不够怒。啊，我召唤是需要的。情况，这么难扛的吗？风火牛牛少血啊！起个风火狼烟给补点那个啥好不好啊？好像没这个法吧？垃圾辅助是吗？对。再飞一轮，飞不完可以撤了。给上飞吧。妈，关键飞机的时候他全部在皇帝，你知道吧？你没发现飞机看宝宝全部皇帝？我们三个应该加野兽是吧？也是也不动啊，也还不如直接下一场。不行就下一场，无所谓。赢一晚上也应该输了。不，因为他们有灵动。哎，没防御这次，令人感动。九百飞不进去，六三七，大克给放弃了，而且还防御切，再上个纸人，挺好。哇，飞虎这个数字要笑死了。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我以前很凶。这三个小燕卡跟没吃饭似的。武器没太久，好，那就下一场吧。这回一个数字我不敢看，我想走了。你打我，兄弟，这不是灭了？下一场吧。啊？这头上，你这还是那个？这不想吃了，我们走吧。不吃了。一个化身推过来，要不一样的数字，你不可能把人家推飞啊！他妈推几百呀！走了走了走了！你、哎、飞了个宝宝，不是号称赢了一个晚上吗？你一来就输啊！真的赢一晚上啊！啊！甩锅！啊！不是，刚刚才打完，打完三还是哪里啊？三吧。前面还是呼气神嘛，不是也赢得很困难？振华油，不是游戏盒啊？是吗？真的不骗你，来给你看。一晚上一阵截图给他看，是吧？一本书。开场就打上去，你开队伍。哦，还没死完。咬过来应该死完了。来，自己加队吧。天，哎，我操，刚好过时间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我知道大王要说古镇了，没差别，晚上分数已经到手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觉得方阵挺好，挺好。关键我们方阵真的是啊、给克百分之六七十吧，晚上。也不止六七十吧，好像就大克了，大克了一把鹰，一把鸟。大克两次鸟，一次鹰嘛，其他都是给大克的。我们不如开个鸟。看鸟飞的好像跟你干，刚刚那个狮驼。加个金刚飞过来1800，飞狮驼2000左右，我操！我还是觉得飞风系600比较丢人。飞风系600不丢人。那不是化身来的？化身来的？那个是医生。化身？他不是扔了个啊？他加了个防御千万，防御两边来的。我们也有伤害啊。可以可以，叔叔加点属性吧，好吧。
算了，这个贾府住金星老师给催眠状元。真秀。年度结束了，有银器票得送送银器票，这个抽奖活生生的开了一天，非常的棒。大王生吗？人家都一致速度最快的。不想那什么，人家是百分之五。哇，这么省的，给我买的小毛，我刚看见。带两根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有道理。反正家又吃不完。哎，我带了很多提气药噻。就你当带吧。你的马，给我打七个五龙，七个九转，七个九转过分，他又没龟速，大概四个九转就够了。有一只龙龟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别龟的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一只龟速都是带四个，两只的才带六个。是不是年年在开奖？嗯，快开始，马上10秒。准备下来。切，好。就是这对，先验收吧。都野吧，都先野吧。宝宝，我们拍一下去啊。好。其他关键有这个没野兽可以叫，怎么办？那你先飞呗。没错，我应该先野干飞机才对。感谢西哥，感谢。我电竞社团就有次放上去傻逼的骨瘤医生，他妈结果我接不进去。哎，他是两个属法系都是耐属性的吧？没那么少，咱哪几个点有罗汉啊？骨头医生你啊，不，你的医生还有你啊。罗汉街上挺厉害的，我好像是宝宝，不想在这边浪费时间。你出去还是输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等二飞吧，再加个命中要不？伤害太挫了。笑野兽，我们飞过去还是过野兽啊？不，笑他四海。他法吗？笑他四海。等着。嗯，对。我先去铺垫一圈爪印。不错，拍飞反而更好，但宝宝要防御都不好防御。你们飞啊，你们飞我世博啊什么的。直播已经不能买一送一，我可以不点了。他点了，那他不是没后面那些加成？对。你要不再飞一圈，我飘一下的石头。
酒房。王辉。哎，王毅。先补个野兽，下边一起追吧。嗯，我去试播一下吧。三号刚才给华丽的啊。三号报了一下，好像。啊，三号报了四千，没华丽的。我觉得三号这个会富裕。这是二号。我打二号。P P 可以 P 四，三个死地的连谁呀？这是要防到什么时候？你跑吧，你跑了出去还得切到他。哎，这几个好像没防御，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用。他主要是宝宝防御在吸收伤害。我们罗汉接上去还好，我觉得。我感觉跟这号有点浪费时间。那可以跑啊，跑了万一再切着他们嘞。这就开始跑了。嗯。有壁垒吗？换点壁垒出来。不拖了吧？那我跑了。风卷过来，风卷过来，跑吧。哎呀，最近好纠结的。哎，其实还可以打。你还想打就再换一波须弥了，龙宫是够精的。我下一下龙宫，再换波须弥了。倒是没换须弥。哎，我们死了，死了有伤害。小宝来帮啊！他不是上回合刚精清过吗？血的吧？上上回合精清的。嗯，好了。那六十的天珠师是可以直寒了吗？打你够不够？当然是拉黑吧，我甩掉吃寒霜了，我下回再吃吧。
房间那个这个啤酒肚的宝宝不稳啊。咱身上插了个杵是不是那个命中啊？帮宝宝给林上次加个魔镜嘛。好，我宝宝能跟上他吗？能跟上一个啤酒兔还是林上次？啤酒兔吧。给啤酒兔吧。震死震死，最好震死。我不一定把我的光真的是给磨死了。哇，你屁股都出位数了，我拉林中就在飞吧，我化身拉吧，我龟速拉你一下试试啊，万一神了呢，你喝个酒呗，可以，我的反震位喝没了，我是被混元散弹死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再拉个金刚给啤酒做飞机了，这是在拉我女儿，我换虚弥不？我换吧，我这个虚弥也估计也叫翘、不是会绿的吗？希望吧。就一个金刚护体，
我们队长是我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变色呢？我变了。这个位置很尴尬呀。玩石头就是好，能死在任何位置。有一个不能飞的还很坚持的点了三号飞，兄弟们撤吧，对不起我错了。哎，六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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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半个小时。换换首发，电卡。哎，进阶的刚好变完，一人一把爆。我们还坚持的开风阵是吗？放心，他马上。感觉还好吧？好嘞，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对，就喜欢偷舔。哎。一会儿给你们唱歌啊，别跑。运气真好，今天没输，来了就全是输的。你问我啊，去不去领奖遗不遗憾？我每年都会有，你看我也是个普通人，每年都会纠结，要不我直接没人去。然后到了下一年都是不去。那我觉得人生中没被选择的东西都有那种都是好的。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算是个保底吧，给自己不遭受那么多伤害。
不属于假人啊，人家长得好看的都去领奖了吧。还想自己备选还不想去啊？不不不，那这是误会了，我不是想备选，我确实抢着了，那没办法，有实力。我为什么当前聊到你想录去？那没办法，有实力。把人性想得太险恶了。嗯，我是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人心向善，我觉得说明你见过的人还不够多。我是这么觉得的啊。我在吃浪味仙。怎么这么久还不切？不过又切刚刚的对吧？干嘛这么不自信？不自信，确实不自信。哎，又切拉对是。我刚才在想，我说要是我去，我自己光想想我都很紧张。那是因为你不够强大才觉得人心险恶。对呀，就是不强大呀。我也知道自己什么实力，自己心里还没点逼数吗？我要死好一点。我没说的有什么毛病吗？这有什么好抬杠啊？心理太强大了，还得被说是厚脸皮。现在的网络环境有点可怕啊！如果将来能有一天更好，再说呗。而且足够强大的人也有人黑啊！哎呦，漂亮，可算有个大哥了。飞机吧，给队长飞吧，啊，点沙飞吧，把我派队长去吧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爱过最不难受。而且我从来没有以我好看为卖点，就是骗你们说我好看。老撞了吗？你总说影响生活，这么多主播去线下都影响生活。我说我自己，你非跟我扯别人。那么多人跳楼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你不是爱跟别人比吗？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啊。别人看我一眼，我都觉得人家爱我，可能人家就是斜视。先放进阶卡。为什么不换队长？我也不知道。不公平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放队长。四千七。对对，没嘉宾啊，就是花果吗？花果。那种无论任何情况都劝你一定要大度的人啊。6900, 反正我会离他远一点，因为我害怕上街的时候雷劈他的时候连累到我。差不多九千。而且男跟女也不一样，在座有估计有千八个观众吧，我估计有500个都接受不了自己的另一半是个主播吧，女主播。先不换虚拟吧。可以啊，老婆再压一波吧，我喝个酒，下班给你们精心飞机。不换，没更新。反正就500个接受不了，万一不换。万一我的那个什么，万一我的那个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人是接受不了的嘞。撞一下我女儿，马撞一下我女儿。看播什么的，那有的人他就不了解这一行啊。撞我撞我，有撞吗？好像没撞，给五号顶大金了。那我给五号顶大金去了。哎，独行我吧，是个立地符吗？没撞，那就别喜欢那个人来喜欢我，我能接受。
怎么让我自己撞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，你要觉得我在找借口那是学的，我也无所谓。哎，好才一个东西啊。我直接踢副队长吧，哎马直接给我四五龙开掉算了。好好拍拍上面的骨头去吧，拍不动。我怎么全是体贴？拍上面那个物种仙去吧。我全是提气的五龙，我不舍得吃，我踹了你一脚，踹他一脚就够了。我是感觉有点打不着。学会好好吃。三合一半难。满血人贴的，点幻象还要给杀了他。哦，吐血。我不是哈尔滨，我郑州的，我哈什尔滨。我好尬，喝了酒，照两回合。而且要等下回合成精，还要过另一个资格休息，资格休息已经进入流量。对。自火吧，不够嗜血。我有相冲。给我四五龙吧。啊，不对不对，还是撞我，他虚拟的，撞我吧，我手到是一个。这回来就是撞我了。马撞我，马撞我。我错了，我不抠门，我给你吃药。不，他拉须弥的啊，他要拉须弥的，他没拉。啊，他没拉还好一点，拉了就有点亏了。抓了。然后飞吧，我进吧。光够野吗？光够野吗？你先野掉吧，上回变身，你宝宝先拿啤酒都先飞吧。我宝宝先给壮志凌云加个蓝是不是？你先拿啤酒度。哦，好嘞，你起来了。对。然后你先不会野呗，反正你还只能飞一次。啤酒度是飞了是吧？对。那我野他。等一下，我有可能给花果山守住啊！我飘一把花果山。你好像只满血在啊，一下。为什么不去广州领奖？因为没钱买机票。对吧？哎，你们累不累？不去就不去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
没特技了，放了一个风水，这就风水，还够。去哪里？哦，还够蓝呢。哎，给谁个蓝？我说你还够蓝飞机吗？够。够你，那你直接飞吧，我化成人精。哇，上绿。我化身清掉你们飞机好了，然后皮尔多出宝宝吧。别人动，感谢三个。帮忙叫孩子。好。可是你看到惊吓吗？自己拉吧。不要下暗器花果就死了。我换虚了。你自己拉，然后换孩子。不推血会飞飞死吧？我有金，把你状态解掉。好，他好像没变身。我那个什么，我啤酒吐，我眼啤酒吐。你也啤酒吐吧，我拉啤酒吐好了。不是也过了吗？你先变身。我眼啤酒吐。哪个号就请了？化身。这队长起来没动，慈航的吧？反刺死！耶耶耶！别抱，别抱太凶！别抱太凶！啊，算了，震都震死了。我怎么样都是个死呀、啊！不拉了。你演自己的，好，演啥？魔镜了？哎，
有哎有一个眼神都没看见，瞎吗？对不起，抱歉。擦，不配速，很焦虑。孩子为什么不配速？加了5%不配了。住了5箱欧泡果奶，恭喜你大哥！他起来没动吗？他是毫毛起来的。毫毛哦，毫毛。对，我没看到。放手花吧，放起来戳了一刀 OK 的。然后贴了这垃圾，啊赶不上赶不上，他不戳就赶不上。他要买药的哦。赶不上了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我是好。你好。我想看我的直播助手，我看不见，我很难受。喂，点上飞把毛派他移出去吧。
神马要撞催眠啊，有一个方式，就是太强了。这两个宝宝就一个绿的，叫不叫孩子？你叫孩子吧。好。他一速是吧？对，我匹马，我先灵了。宝宝拍到了魔王去了，五五开，有时候他快，有时候。你自己加个眼点烟魔神飞吧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我怕配不上我给啤酒兔加一个吧。先可以，哎，这个力劈打了伤害三，打了那个力量天赋是3500的伤害啊。第几回合了？3回合吧。俺们没有地府，要什么回血就卖了亲。
些都出自归宿吧，我飘一首，然后名创之大去没去拉一家画室，这要放火车去。比如说自己拉飞吧，我拉队长，队长也飞吧，换只龟。灵晶装置我给拉吧，然后我拉灵晶装置和队长吧。我特技啤酒的宝宝速度多多少，等一下画出来啊，对，等一下看到人就好，等一下看到人就好，第三期太快了，你等一下到女儿我姐了，我拉女儿我姐，然后我马拉队长，队长数字宝宝，哦不行，这样很尬，吃不出，应该能吃吧，那应该不用伤害吧。可以。啊，我先不用了，不用，我先解掉吧，然后灵装再出次归宿吧。队长也可以出个宝宝去，我先自己解掉。我拉锯子还是你啊？我的马去拉吧。你马不应该开自己吗？我人开的，我怕给他下次去没有马开不出来。OK， 哇，这个是不是神马孩子啊？感觉像是，他可能一会儿骑个神马又没他快。不拉魔王吗？我好像已经，我自己拉吧，我自己拉吧。我这个，哎，一个象形噻。你把那啊，你把那个把那女儿像了吧？事情自己拉，把那女儿像了吧？我像是吧？队长宝宝解灵装置了，好，我给拉，我都迟了，真是。我解灵云装置解化生啊？解灵云装置吧，我化生丢法宝好了。
寒冬小宝宝。我叫是归宿，按事情变身吧。好，什么地方没开？双方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定会被困，还想叫个保镖没叫。我归宿到你，然后你出仙术下关自己解吧，然后我开啤酒兔吧。你还他妈有仙术那个呀？我宝宝拉一下灵云壮士。哟，千术中的仙术啊！直接绑了，好像是可以，好，再来一场。那宝宝跑了哦。那宝宝还逃跑啊？要不他快点啊！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结束了没？没结束。还切不上。没结束。七星报名了，好嘞，哎，来得及，一人，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宝宝换好，换好啦。哎，怎么开？啊，我还说什么？立地符啊，飞吧，没关系。也是要不一样，有什么办法？宝宝打医生还是打地符？打医生吧。我是五号护眼哦。还好换阵啦，我们有大克。哎呀，我操！那队长也加速度，又没干什么。他好像很快，虽然打过这个队。我比那个队快。我操！都是最快。无名壮志还得集中两个炮。
有马应该是心情尽快才对。对，这么避开。没有变身速度跟那个不一定，知道吗？哎，三侠一速，谢谢。对面的狮驼比狮群快了，是的，他先中毒。那个比幽灵转世还早变身，是流离数据走边的。二速是幽灵转世，然后三四速是对面队长加右边。快队长跟他的话死啊，医生死你只要笑屁你就轻伤没死你就很色。我有他地府快吗？你注意女儿没地府快，你开玩笑吧。我女儿有，我怕他没有。医生应该是死啊，神啦，这昨天那个神又地化生嘛。我感觉大王直接叫个感知宝宝出来算了。叫感知宝宝还是叫孩子？叫个感知，叫地府孩子出来好。那我宝宝把灵异上去拉起来吧。好好好，我拉你起来，然后我换孩子。不知不觉的，觉得自己这个阵换的很精髓。宝宝了，银针织，然后你换地府孩子。好。哎，我那边没开麦，我一直在跟人家那个交流。朋友们啊，包括里有人气票的也刷人气票，这场打完就去开了，能骗到12万吗？感谢各位啊，12万分之一的几率，不知道是谁。我不知道啊，骗子！哎，好嘞。哦，我估计都吃不完。贴的吧，化身去贴一下。哎，苟住了，我还3点血，就说你苟住了。你飞吧，比他们两个都快的。没孩子了，他没神马，他没他们快，就连转世也那么快。我化身那里吧。你把连转世搞起来吧。我演啤酒兔吧，我还有3点血，我这个亲娘呀！兄弟们，如果谁中了这个红包，额外多加2元，我给你170，好吧，沾沾你的喜气，别说我抠门儿。我他妈还3点血，哎，漂亮。好抠，哎，好嘞！打完这场，这会儿哪顾着？我不要，我就要留吧。好嘞，好嘞。我应该是比他们快的，没看错的话。拉了个速度圈。没速度圈，我就比他们快，只是没走边的快。更稳一点吗？他走边一速啊！我还是尝试驾驶神马吧。下午，我推个血，应该能苟住。不会被证实吧？没那么衰。我操，二号神，二号 S A K 上号又上。这鼻炎跟没家一样。他好像没干，还是有啊？他上回不是出手了吗？你要是不介意，你拉我一号。金牌子好像刚好可以配合自己啊，上他我差点自己回眼了，不会结束了吧？操，神马一直加不出来。我
起码比一个快吧。没有，哦，有数字签不知道。希望有吧，不然就没了。哎呦我操！尬，这就有点尬了。你们直接吃饭了？还有一个石头没飞机。有穿吗？没穿，我试一下宝宝自己拉换件服饰吧。自己啊，个人之间喝酒啊，和异性人出去没事。最近没事就很尴尬。我们得到了狐狸祝福。资格数字不够就这样。讲道理，怎么死的？我好虚努力放肆，那没办法。行吧，我这边退了。感谢大哥带我飞，有缘再见。大客输了，被大客一天也是输，正好解散。来吧，没有人要参与了吧？我要开。